你敢信？这位大神把鸡蛋打进大米里，加少量的油，搅拌均匀，再盖上盖子，居然做出了大米爆米花。我去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岂不是能实现爆米花自由了？那么我也来试一下。准备好大米和一个公鸡蛋，首先倒入大米，再打入一个公鸡蛋，来点不要钱的油，最后我们给它搅拌均匀，盖上锅盖，等待9983秒。好了，噼里啪啦的开锅了。我去，哎，爆米花呢？我去，都干糊了，我的天，我这都给干成锅巴了呀。那么经过我不断的分析研究呢，他们用的大米不是普通大米，而是糯米。这回我们用糯米再试一下。只要在评论区打出3朵玫瑰，然后艾特你喜欢的人，就会出现玫瑰花语。另外，视频点这个地方，小星星就会变成玫瑰花哟，快试试吧！真的假的？我也试试。3朵玫瑰花，再艾特一个人，发送。我去，真的有玫瑰语啊！你们也赶紧试一下。兄弟们，觉得我能成功做出爆米花的扣个一，觉得不成功的扣一个二。好了，时间到了啊！我这个亲娘嘞，搁哪呢？这爆米花啊？这不糊的透透来了吗？我这步骤也没错呀，你们说是我的脑子不行，还是这个锅有问题？你们谁能告诉我这个大米花到底怎么做才能成功？